羞辱他。我输了。你先别说话。啊，好。你信不信我会算命？我掐指一算，你今天应该姓张。你要再掐我人中算，我可能每天都姓张啊。啊，好啊，掐来，掐来。有毛病，莫名其妙，别还嘴。我还有更厉害的。嗯。而且我知道你另外两个字叫什么。哎，我叫什么？你叫张无忌。我叫张学友，好不好？那不行，差辈子了，性别都有问题啊。那我觉得张无忌是什么鬼？你不觉得差得很远吗？好了，跟你看，张无忌就张无忌了，没关系。好了，无忌。哎，我不是，我不是，快告诉大家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大家好，我是张靓颖。靓颖，请问你上来有何贵干？我是来给你带信物。哦，信物。你想传传好多圈？就这么像有貂蝉吗？貂蝉。哇，好冷。超级冷。哇，这条难道是项链？是我的吗？难道我曾经来过地球吗？有可能。能不能按台子？能不能按台本说？对呀，你很早以前就来过地球的啦。哇，难道你真是无忌？我是芷若。莫名其妙，莫名其妙。好了，有病。好了，请问，谁问的？哦，对不起，是我的，我看差了。OK， 难道我曾经真的是地球人吗？是的。怪不得我跟地球人长得一模一样，我要好好反省一下了。糟了，应该我跟地球有一段渊源啊！我演的像不像？你怎么了？你有病啊？你不要，那干嘛？我要退场了，你帮我顶一下先。顶什么？什么顶？你顶缸好不好啊？我给他表演个段子，他有毛病啊！帮我顶一首歌先。好的。好，反省一下，你可以慢一点。再见。好，再见。